实在，心眼好使，不像你一天一个屁俩谎，没有实话。你咋的？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意思在你心里边，赵四比我重要啊？哼，这个合计吧，到嘴吧。你这一天呢，我就跟你说，他赵四咋跟我比啊？你论长相，论这口才，这讲话都带节奏型的，他有吗？啊？再说社会的地位，他有吗？你有啥地位呀？啊？大小的我不也是个主任吗？有主任你也是副的，别说了。你别着急，慢慢的我就给他挣得过来。你才不急，你先洗吧，我去给刘英房间收拾收拾。你收拾房间干啥呀？给刘英接回来，给赵四点压力。天哪，就这点能耐，老伴儿啊，我就跟你说心里话啊，你可别瞎折腾了。你也一天吧，你就不心疼刘英的孩子，那孩子你说容易吗？啊，你也不知道死的。我就跟你说，正经事儿没有一个，哎，闲事有的是。我先给你送票。你解释，你送什么票？你送票，你给我滚！